各位观众朋友，您好，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《大法古》节目。那么在上一集里呢，师父提到说，中观呢，就是让我们不要执着于当下，同时呢，不停地永远往前看。不过我们也记得，佛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，要活在当下。那么，不执着于当下跟活在当下，是不是有矛盾呢？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圣严法师。师父您好。陈小姐好。是。师父，您记得以前我们说，学禅呢、啊，就是让我们体验怎么样活在当下啊，此刻。可是师父又说，这个中观呢，就是叫我们不执着于当下。我觉得这两者好像似乎产生了一点矛盾。嗯，看起来矛盾，其实不矛盾。哦。为什么呢？我们讲中观呢。嗯。中观并没有否定当下。中观它是随缘的，随当时的因缘的。嗯，当时的因缘能够做到什么程度，嗯，它就是什么程度的。那么在这个情形下，心里是平安的，不会啊有恐慌。嗯哼。但是呢又是啊继续往前的。是继续往前，不是自己要往前，嗯，不是说我要往前，是没有，这是说众生，我的大众，需要改善，好没止境，恶也没有止境，好没有绝对，恶也没有绝对，因此呢，不断地改善的，因此。在中观论里边讲啊，是，就是不增不减不生不灭不垢不净，不来不出，就是不来不去的意思，不来不出，就是不来不去的意思，这个叫八不中道。这个八不的意思啊，就是既不这样也不是那样，那看起来八不好像还有一个中间路线，比如说不来不去，大概就是中间吧，不是来去啊，这是现象来去，自性不来去，自性是什么？自性是空性的，空性是什么？空性只有从中观来看才能看到空性的，从中观来看才能看到空性。中观就是不看它有，不看它无，超越有无，这就是中观。那超越于来去叫做什么？也是中观。是啊，超越于生命也就是中观。超越于垢净也是中观。中观的中并不是站在中间路线的中，是超越的意思。超越的意思是不受啊任何一边所拘束，不去抓住任何一边。那自己是不是有中间超越两边，没有什么好抓的，要抓的话就变成有，抓一个中间还是有，是抓两边是有，抓中间还是有，这个有就不是空，有你就不了解有自性空，自性是空，是就是有就是无，既然是无呢，就是说增和减这样东西不存在的，是中增减不存在是什么？像自性像增减不存在，垢净不垢不净是什么？自性不垢不净，但是真正的是不是不垢不净呢？现象是有增有减，有垢有净，现象有样样都有的，但是呢自性是空，所以是呢中观就是空观，所以得到结论就是中观就是空观，就跟自性空是有，这是完全是相同的了。是，那现在的问题是说，我们呢当下究竟是有还是空，这是一个过程，这是一个修行上面的呀一个着力点。我们普通的人修行呢必须要有着力点的，比如说我们现在谈话，我要抓着一个话柄，你出一个主题，是我才有话可以讲，对，这是立足点。现在就是我们的现在啊，
就是最好的立足点。嗯，过去已经过去，已经早离不早，这是在想象，嗯哼，在幻想中，或者是在回忆中，是不是着力点？现在是最容易着力的地方。那我们从活在当下、体验当下，怎么样到超越呢？超越当下，就师父讲说超越有无。怎么样从这个在修行上或在生活上，我已经了解了中观的道理，但是，我怎么样去找一个着力点去修行它？就是现在就是着力点。嗯。现在的着力点，这一秒钟，这一个念头，现在，下边，到了第二个念头的时候已经过去。不断地在于过去了，不断地在过去了。现在是个着力点，现在这个着力点就是对的吗？嗯，在当下，我不说它对，我不说它错。嗯，这是我现在是着力的地方。但是呢，我认定它，现在呢，大家认为这个时候对的，我就应该是对的；大家认为是错的，我应该要说它是错的。嗯，可是是不是绝对是对的呢？不一定啊，绝对是错的吗？不一定啊，所以我们下一步还有。到下一步的时候，不要再回忆的说上一步啊是对的，步步都是踏踏实实的，可能步步都是错的。嗯哼，为什么？过去了对吧？嗯哼，也可能步步都是对的。嗯哼，但是呢，只要你着力的，嗯，走下去，你不考虑啊，绝对的对吗？你绝对错吗？那就是超越了。嗯哼，如果说我这个是绝对是错，绝对是错的，那你这个站都不想站了啦。你绝对是对的，那你往前走你不想走了啦。嗯哼，你为什么？就我现在这个是最对的，就不要走了，不要往前走了吧。所以中观就是说，不否定现在的，但是呢，不肯定啊，确定现在是绝对对或者绝对错。嗯哼，我们呢往前还有路。往前还有路，但是往前路现在这要不要走？现在这要走，走出去现在，走出现在往前，走出现在往前。师父讲说，活在当下呢，跟不执着于当下，事实上是不抵触的。对。那我们要从活在当下去体验，然后去追求超越。对对对。是。那么也欢迎您在下一集里面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佛法的智慧。